然后我们来看这题哦，他说这个联立方程式的解为多少？算出来 x 等于 a， y 等于 b， 求 a 加 b 怎么算？这一题哦，你看一下题目的选项，题目很明白，你看一下题目选项当中数式好不好看？分母都是17，所以说这题题目考的用意很明显，那也就是这题联立过程当中数式不好算，所以说麻烦你数式不好算时，你可以用什么？用克拉玛公式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所以说这题题目考法，联考当中用意是需要我们用什么？用克拉玛公式来解。当然，你可以用暴力法，硬是去把 x、y 给联立算出来，但是算出来数字一定会非常丑陋，好不好？你看选项都知道了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这里用什么？用克拉玛公式，先把 delta 算出来，和 delta x 和 delta y 算出来，行不行 ？delta 是几？麻烦你把 x 系数填上去，2、3、3、4，好不好？先把 x 和 y 的系数填进来，2、3、3、4。delta x 呢？麻烦你把这尾巴这数字的地方去取代谁 ？x 位置-4、5 ，y 的地方动不动？不动。3、4。delta y 一样，把-4、5去取代谁 ？y 的位置-4、5。x 地方动不动？不动。2、3，这样行不行？麻烦你再把怎样乘开？-8减9负17，16减15，10减掉-12加12是几？22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去把它算出来行不行？算出来的时候老师可以知道，它求多少？求 a 加 b 嘛哈？什么叫 a？a 就是 x， 所以 a 基本上会等于 delta 分之 delta x， 也就是-17分之1。b 会等于多少？delta 分之 delta y， 也就是-17分之几？22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当你把这 a 加 b 这两加起来之后，答案是多少？-17分之23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齁。OK， 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。OK。